生命是从哪里来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人死后往哪里去？修行是什么？真的有神吗？为何会有天灾？灵魂存在吗？阴鬼存在吗？人类所见到的灵异现象是真的吗？该如何让自己变好命？为什么你出生在台湾当人，而不是出生在非洲当难民呢？这三本书，人生大挑战、人生字典、宇宙历史，保证给您来龙去脉的正确解答。